看这边快攻能不能打成。张楠想找马克希尔，哎呦，这球，哎呦，哎呦，这马克希尔不应该啊。我们看上一次吴科倒在地上，好像就是马克希尔要过去，当时还以为要拉一下，哎呀，马克希尔这一下要冷静啊。刚才是一记老拳抡到了吴科的脑袋上，确实非常非常的不应该。我们看也应该看一下刚才吴科是做了什么让马克希尔如此的愤怒。一会儿我们必须看一下慢动作，这一下马克希尔应该是要直接下场了，看裁判怎么判。但是首先还是要看一下技术台这边怎么说。看这一次，哦呦，这是确实，这是吴科率先出拳，马克希尔上来就是一下，可惜还没有打中。上去还是意欲要吹，吴科跑得很快，哎呦，这个真的是。